欢迎回到 This World of Mine 属于我的战争。今天我们要继续我们的 Day 15的生存日记。不过在 Day 14的晚上 ，Puffle 回到了那一间破旧的公寓，在那间公寓里面解决了那两个 Jackass， 其中一个武装分子他射伤了我们。不过 Puffle 那时候是躲起来的，所以伤得不重。那他们那一组人其实有三个，还有另外一个在后面的仓库里面。今天晚上第15天 ，Puffle 应该还会再回去那个地方。然后把最后一个人解决掉，把剩下的东西的物资可以用的物资都带回来。那在上一集结束的时候，我们似乎看到我们好像被别人抢了，对不对？我没有看到我少了些什么，不过现在可以和 Bob 们一起看了。Kaya 还在，我没有看见 Bruno， 他还好吗？我昨天带了一大堆东西回来，我们被抢了。我看一下哦，看一下哦 ，Pavel has been 就是 Pavel 带这些东西回来。他说 ，Someone tried to rob us， 有人尝试着抢劫我们。They didn't seem very determined， 他们看起来没有那么强势，是吗 ？So we managed to fend them off， 所以我们尝试着去击退他们。Thankfully， we are all on， 感谢我们全部都就是满腹装备，然后我们把他们击退。我们并没有受伤，然后他们也没有抢走我们任何东西。那我们似乎浪费了一个子弹去就是击退他们，不过一个子弹来说应该算是蛮值得的。然后我发现我们东西都藏起来，对不对？只有带子弹机这个地方，所以代表我那一招是有用的。太棒了。那这样子我们先来把我们的东西，卡亚应该还蛮累的，卡亚先去休息。那我们有抓到东西吗？Bruno 帮我下去看一下好不好，我们看一下 Bruno 的日记有更新。这是 Bruno 的 story， 我们来看一下他的故事。I have a desert friend who always worried a lot， 他有一个甜点朋友。哦 ,Dearest, 什么甜点朋友，我有一个最棒的朋友，就是最好的朋友，他总是非常担心。One day she called me， 他一个女生应该有什么情愫吧，有天他这样子叫我 ,terrified saying there was a root outside， 他说非常非常恐慌的告诉我那边有一个 root， 我不太清楚这是什么意思，在外面的看不懂。单字 was encouraging the crowd to burn the town， 好，他说什么东西让村庄就是烧成一片。I told her not to worry， 我告诉他不要担心。And I was right， 然后我是对的。Nothing come for it， 没有什么东西来。This time， 这一次没有什么东西来。But even when the roots and fight become everyday news， 当就是战斗还有什么东西成为每天发生的事的时候 ，I keep assuring her it would be blow over soon。我告诉她这里会被炸爆，是这样的意思吗？还是我翻译错了？不过 Bruno， 你先来楼下看一下这边有没有东西。嗯，没有东西。All right， 那 Bruno 你先到楼上去，放了一个晚上了，还没有抓到东西。我猜 Pavel 现在应该非常累， Pavel 是不是该先睡？那 Kaya 你稍微再等一下，今天大家应该要吃点东西， Pavel 也是，所以这样子好了， Bruno 来帮我们煮点东西。对，从那个地方跳上去没有错。那 Kaya 你帮我们把东西都拿出来，用跑的好了。那 Bruno 先休息，我们先来看一下，说错了， Pavel 先休息。我们会先等凯亚把东西拿出来。对，我们要先等凯亚把东西拿出来。凯亚动起来，大家都在等你了。好希望他快点抓到，这样我就有两块肉了，对不对？一块肉换两块肉，或者是一块肉换两个罐头。罐头好还是肉好啊？罐头还会需要一些水啊，一些其他东西拿来煮之类之类之类的，全部拿走。那我们的 Bruno 可以稍微开始做一点东西了。我们的肉有六块，水不太够。Kaya， 你可以帮我做一点集水器吗？集水器应该是这个。那 Bruno， 没关系，你先来做两份餐点出来。我们会需要一点书，刚好会需要书去做一点燃料。那温度已经降到18度了，我觉得我们开始该做暖炉。这好像好几集 episode 之前就好像在说，对不对？我们要做一个集水器，我们缺很多 components。刚好三个 components 可以做集水器，我们会需要吗？五个水可以撑过一餐，我现在没有罐头，没有罐头了。我会需要水。卡亚，你帮我做一个集水器，然后我们弄一点水出来。那 Bruno， 你先来煮两份餐点，谢谢。Alright， 这样子，我不懂为什么是一块肉可以换到两个罐头，
他是直接把它做成罐头吗？还蛮方便的呢。我们先到楼上去做点集水器。Bruno， 你先来吃点东西好了。今天是奇数日，是大家吃东西的日子。All right， 那 Bruno 好像吃饱了，来自己做的东西自己吃。看样你到楼上去帮我把集水器弄出来，我们等一下就有新鲜的水。新鲜，这么说也对，新鲜的水，新鲜的水可以用了。来做一个，那。看要先把东西装起来之后换你去吃饭。等等 ,Bruno 应该就醒了。Bruno 现在还在休息。他的伤感觉还需要一点时间去治疗他呢。他晚上的时候还要再去忙。所以这边有两个不同的药，这两个药好像都是治感冒的。我们到现在为止就刚开始感冒，不过轻轻躺一下就恢复了，还没有那种重感冒啊，那种什么很严重的感冒，所以目前来说还算 OK， 那开药先坐着休息。Pavel 他似乎已经复原好了，那稍微起来一下。开药你可以先躺在床上。那 Pavel 是不是可以帮我们做另外一张床呢？这样子我相信你也可以坐着休息，或者是沙发。太好了，我们没有任何的 components。我们昨天没有搜寻到任何 components， 这有点离谱。这样子好了 ，Pavel 你先坐着休息，希望对你的伤口。有用，但是我觉得应该是没有什么用。但你状况看起来还蛮不错的，这样子好了。Bruno， 你再到楼下去看一下有没有抓到什么东西。已经过了大半天了，没有半只老鼠吗？地下室哎。好，那我们之后还是要靠 Pavel。Pavel 已经帮我们撑过了15天了，是一个非常非常坚强的男人。Still nothing. All right.Bruno， 你先到地下室面壁思过。你到地下室面壁思过干嘛？我们先给你做什么啊？我现在什么都没有办法做。你到楼上帮我们把东西给收起来好了，因为我们不是很需要其他东西，我们还会需要做一个 mail， 对不对？我们没有蔬菜，没有办法再做一个，没有办法再做这个，但是可以做这个。可是我们会需要水，我们要需要三个水，不过水快好了，我们等水好。所以我们稍微再等一下，应该是可以做出来吧。现在已经5点了，是7点的时候会结束这一天，对不对？应该是可以。来 ，Pavel， 你帮我再稍微等一下，你帮我做一个餐点。那我们的费用应该是够，所以来帮我做一个。那为了节省时间 ，Pavel 帮我到楼上，我们把所有东西拿走了。啊！我刚刚。不应该用 grabble， 这有点糟糕。我还有什么东西可以砍的吗？这张椅子，我觉得节省材料很重要。我们不能用 grabble， 我们不能用 grabble。那 Pavel， 你下来吃东西。我不知道时间够不够。如果我们要做椅子的话，我们需要三个 components， 跟一些木头。我可以牺牲掉。那 Pavel， 你可以帮我去把这个东西给砍起来吗？是8点还是7点？8点 ，All right， Pavel， 你快点把东西吃完，然后 Bruno， 你快点把这个椅子给锯掉。椅子在做就有，但是现在我不想再，你下去睡觉，然后你把东西全部塞进去，时间来得及吗？来得及，我们把东西全部塞进去，我们下次不能再做出那么愚蠢的事情了。OK， 这个根本就是万用的宝箱。这一次我们带把这件东西拿出来，要两把枪，然后这个我会给 Pavel 带着。那 Pavel 你可能还会需要一个这个 shelf 的话，好像不需要 shelf 不需要。OK， 那留两个枪给 Kaya 还有 Bruno， 就是保护自己。那这个东西还有这个 Pavel 带着。All right， 我觉得这样子应该可以。那剩下东西放在我们神奇的永远不会被偷的垃圾堆里面。这堆只是垃圾哦。那今天应该就结束了。Aligned。好 ，so far so good。我看一下哦。Bruno， 你帮我守卫。Kaya， 你睡觉。那 Pavel， 等等，这样我们要把枪带在身上。没关系，没关系，带在身上也还好。Pavel， 你帮我去，你今天还是要去那个地方，这个地方，把剩下最后那个武装混蛋给解决掉。
那你需要带这些东西，还有这个，那两把枪给 Bruno， 也许 Bruno 可以一手一支，也许，那这样带在身上就有用了吗？我猜这样子就是有用了，我猜啦。那我们把它带在身上，希望 Pavel 等一下，他们人不会再变多了吧？好，那我们先加快一点速度，看一下我们人。没有人就把它打开，我忘记这边是锁起来了。我们从上面走，走到这个地方，记得还有一个人在仓库那个地方。仓库那个地方几乎没有地方躲，唯一能做的是引诱他过来到我这个地方。先来看一下有没有东西，我需要 components 对不对？没有 components， 只有一点 coffee bin。OK， 没有人，那我们先到楼上去。昨天那两个尸体不见了。好，不过这不是太重要。这边有东西可以搜寻。我上次是在楼上被射击了，对不对 ？OK， 这东西我们找过了。我们再到楼上去，希望那个人不在那间房间里面。非常希望。这边有冰箱，也许我们可以找到一些食物在这里。这里有很多很多东西，翻一点食物。果然，四个罐头，三块肉，一个蔬菜。一整个单位的水，十单位的水。那这里呢？斧头我现在还不是那么快想要去用它，因为如果等一下弄坏的话，我等一下就没有办法，去攻击那个人。这边有个 gun parts， 然后还有一些不是很重要的东西，我们再到楼上去看一下，希望楼上还有一些东西可以给我们拿。我们需要的东西是 component， 所以希望这边有两个大柜子，可能会需要花一点时间搜寻。一样是很多的电子零件，不是我们要找的东西。这个地方有 gun parts， 那个东西我们不需要。这个是关起来的，是不是？是的，他没有办法上去。有办法从这里上去吗？有办法上去吗？可以，他可以跳上去，太好了。这边还有一些地方可以搜寻，一点 components 都没有。我很害怕我们搜寻不到任何一点 components， 这样我们只能祈求有bargaining 的人来这边跟我们换东西了。Alright， 一样是没有 components， 我们再到楼上去，我们可以这样子慢慢的跳下去，对不对？似乎可以。上面有东西吗？没有东西。来到这个区域就之后，就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些了。这边没有东西，可以跳过去吗？可以。貌似没有在下面这个地方，没有得搜寻。那上次看到他应该是在这个地方，我们没有办法跟他硬碰硬，我们完全都只能用偷袭的方式。好，这里没看到他，我们这边上去上去，他在上面。我们在这个地方没有得潜行。 OK， 他现在走出去了。我不太晓得我可不可以跟他硬碰硬，应该是没有办法。不过我先来搜寻一下东西，更多的 gun parts， 我猜这里一点 components 都没有。再到楼上去，他进来了，那稍微小心一点。他走到那个地方，他手上拿的是一把小枪，是不是？那这里是就真的完全没有地方可以躲。我还有办法上去吗？没有，他没有办法上去。这里呢？可以跳过来。我们继续躲在上面，不要引起他的注意，不然他从下面射击的话也是挺恐怖的。这样子等他走出去，我觉得我们应该除不掉他。那再下来到这个地方，有办法跳过来吗？没有。上去呢？ OK， 他现在还没有注意到我。我们再来找一些东西。现在时间是1:40，接近2点，我们会需要离开了。搜寻看一下这边有没有东西。他手上还拿着枪，他有看到我吗？如果我没有办法再拿 gun parts 了，换掉几个，拿一个 gun parts。如果跑到这个地方，跑跑跑跑跑跑，再进来，等一下，跑跑跑跑跑，躲起来。他有看到我吗 ？OK， 他现在没有看到我。Pavel 刚刚又中了2枪，
Come on， 过来我这个地方，弄出声音。没有办法，可恶！我不能制造一点声音让他。我这样是不是太冒险了？我这样有点太冒险了，不行不行不行，到楼下去看一下。我这样太冒险了，刚刚中了两枪真的很不值得。那时间也晚了，我们该离开了。好 right， 至少这一次不不不不是走那里，不是走那里，爬坡。你又中一枪了。OK， come on man， 走过来，拜托。有没有搞错？好，我要走了，我要走了，再见，再见！不要再跟你胡闹了，这个地方我不会再来了。走了，走了，走了！没想到他刚刚会往左边跑、欸，哎，现在已经四点十分了，再不走，再不走会来不及。OK，OK，OK。跑跑刚刚又中了好多枪，刚刚那种换上方式太不划算了，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顺利，在左边那个地方。完全没有可以躲避的地方，幸好 Pavel 身上有带防弹衣，所以伤的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重。不过他是受伤了，而且没有 bandage， 又没有 bed 可以让他睡。真的很希望我们下一集 episode 可以拿到一些 components， 或者是下午的时候有人可以来跟我们换点东西。我们有很多很多的装备，有很多很多的。武器还有一些东西，甚至是我们不太需要用到的。那这集 episode 差不多end到这。如果爸爸们喜欢这集 episode 的话，不要忘在左上角一个喜欢，在左下角一个订阅，随时订阅频道，随时跟踪我们片动态。我们下一集 episode 再见哦 ，See you guys， 拜拜。